这个螺丝跟螺帽，螺帽螺帽一个，螺帽两个，还有螺丝，对对对，检查检查，平哥检查，好像是铜做的哦，好像六个角，对，没问题，扑克牌，首先我要用到两张黑桃二，大桃二，梅花二，好，剩下还需要一张鸭子，又是我，他喜欢你，伸出一只手指头，摸一张牌。用摸，不是用抽的哦，轻轻用晃，用点一下，点一下这样，哎，这张牌直接翻开就好，好，打开，哎，你选到方块 K， 方块 K， 这么多牌里面你选到方块 K， 对对对，好，今天用到就是这三张牌而已，哦，哎，我把你选的方块 K 夹在两张二中间，把它夹起来，看得很清楚吧？嗯，反过来。打动机，打动机，打动了。哦，打动了，打动了。哦，有动，刚好三个洞，有对，三个洞，对。这个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叠起来。有动。嗯。在中间。对对对对，都有。你在中间。嗯。好，知道为什么我要打动吗？啊？为什么？有螺丝，螺丝锁起来。哦。嗯，把螺丝锁在扑克牌里面。好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忘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我要先把这个传过去。对，因为有两个螺帽，一边一个。检查过喽。嗯。好，再看一次，没错。嗯。有洞，洞都在。好，这个不用。哎。这边。一起穿上去啊！对对对，像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做最后确认一次。方块 K， 方块 K， 对对对，两个二。嗯，对。对对。梅花跟黑桃二。我们看得到镜头可以在有有有看得更清楚。哦，有真的穿在里面的。嗯。有，亲眼目睹。有。好。好，所以这个牌是不会轻易就可以拿下来。对对，没错，这个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除非破掉。嗯。做了这么多工作，大家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还有一个工作要做。嗯，刚才鸭子选了一张牌。对。我让你在上面签个名。哦。啊，这么快啊？鸭子。鸭子很简单。对，两个字而已。对啊。好，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整件事情的从头到尾的过程。嗯。鸭子选了一张牌，在上面签了名。嗯。好，三张牌我都打了洞，它现在串在一起的状态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真的串在一起，对吧？对对，没错吧？嗯。接下来用到的是鸭子这张 K， 好，有签名的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穿在上面的哦，哎，动在动吗？是动在动，动在跑，动在跑，哇，哎呦，这个恐怖啊！洞明明打在这里，对，现在却跑到这里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这边现在已经没有洞，洞已经在这边，那只刚刚亲手签的名。把螺帽从这头跑到那头去，全部拆下来看一下。黑桃了。不可能！洞在你签名的地方，哎。对啊，洞。来，神奇。送给你做纪念，送给你做纪念。啊！太厉害了，送给你做纪念。哇！哇！